对啊，其实这边六个食物其实都是我们希望每天都可以吃到啦，比如说像十字花科的部分，我们会建议就是，其实如果你常常外食的话，像那种白菜啦、花椰菜啦、芥菜啦，或者是白萝卜啦，其实都可以吃得到这种十字花科。所以十字花科的部分非常好哈，洋葱类的啦，姜啊、茄科的黄豆类，还有橄榄油。那主任是特别要提醒说不要吃油炸高温，高温150度2分钟。就会产生致癌物，不要高温任何食物。哦，包括卤的也不要。100度用水煮清蒸就好了。水煮清蒸，不要超过100度。对哦。